芝芝港，一个位于新美兰州的小镇，近年来被打造成旅游景点。如果从神文耶通往富贵山庄的小路进发的话，途中会经过休闲森林区、水坝，然后经过一连串弯弯曲曲的山路，路边可见原居民的村落。细心观察会发觉不少林立的榴莲树，四面环山的景色不禁令人心旷神怡。假日来到这个小地方吃下东西休闲一番，可以说是抒发压力的一大良方。早上六点半，天未光，我哋要出发。这个路段好大雾啊！到咗啲港啊，而家食早餐先。结合有机生态农场和度假村于一身的芝芝港度假村，据称是全马第一家融合两个概念的生态农场度假村。设立的主要目的是务求让游客在度假之余亦能够近距离接触大自然。度假村设有蔬菜园、水果园、饲养场、草肉铺等。这里环境清幽，空气新鲜，在大自然的怀抱下，人都自然精神起来。呢度系迷宫嘅入口，而家我要入去啦。What the fuck？ 咩？正话俾蜘蛛望，前到成面都系咩嘅？哦，你拣边条？唔知啊，我怀疑呢度呢个冇咁容易嘅，通常睇嚟好似嘅都唔系嚟嘅。喺度，唔系喎，唔系骨头路嘅，呢度呢度。我第一个揾到呢个台啦。等我上去睇下啦，喂！我咁去。嗰啲山竹壳唔知道我哋处理变成咩咧？我怀疑整成肥料啊！呢啲系羊角豆。鸭嚟嘅噃。鸳鸯，冇啊！呢度边度就鸳鸯嚟，嗰啲系鸭嚟嘅。北京咩啊？北京，北京鸭。我北京鸭，呢只？你落边只？水鸭，水鸭。咩嚟嘅？呢个豆。Jelly， 以前炒过，食过，好甜噶。咦？啊，呢度系 rabbit farm 啊。净系一只四只，呢个直头老鼠咁样嘅。呢个系空心菜，中国可以壮阳。行咗一轮，我哋坐低嗌嘢饮。这两杯饮品比较特别，家冻用的是鲜花冰块。这度假屋都挺特别啦，高脚的全部都是好高效的，好像很不稳阵咁咧，仲有啲牙烟。入去装装啲度假屋先。
呢度有一间都几出名嘅黄酒包，可以排好长队，啲队排到乱晒大佬啊！喺呢度几间黄酒包都卖晒咗。买吧，入嚟睇下啲套餐。哎呦，佢个肺又甩出嚟。这是鼠身吗？系咯，个吉仔鼠咯。喺度有两粒好大粒，呢个我怀疑呢个系青柠嚟嘅，你觉得系咪？大粒仔，软嘢。呢个三个，呢度都有卖榴莲子。食完阵阵餐，我哋就离开咗芝芝角呢个小镇啦。